你带我到这儿来看房子啊？大嫂，你喜不喜欢这个房子？那你们慢慢看。谢谢。你准备到台湾定居啊？不，我是想买给你的。大嫂，你想想，你现在住的房子，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租别人的，大家挤在一起多不方便呢。如果这个房子你喜欢的话，我们就把它买下来。其实我这么做，也不光是为了你们。自私一点说，也是为我自己。我答应过大哥要照顾你，可是十几年来我没有做到，心里已经十分的内疚。就让我完成这一点心愿吧。当初我爱你的意思，娶了凤青，也尽了责任跟义务。可是她现在已经走了，我已经是一个单身了。玉燕，玉燕这两个字，我不晓得写了几千遍、几百遍。在我们同一条船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就深深地被你吸引住。而当时你选择了文达，直到你跟他进了礼堂，我才断了念头。这一次，我不只是为了实现承诺，而真的是想跟你相知相守。玉燕，我们的日子所剩无几了。我，你是不是在顾及孩子们？我想建国建台不会反对的。我只是。齐森特兰，你们看得怎么样？我没做过中介，所以开得很实在。这地点，这环境，这房子很好，不过我们需要商量一下。好好，回忆，慢走。啊，慢走。Yeah, dude.